2023新风采创业故事网络投票，首席兼2023新风采创业荣誉大奖 Bell。 新风采创业故事网络投票目的是为表扬和推广华裔移民的创业故事，通过网络投票方式等大众投选自己最喜爱的创业故事。2023新风采创业故事网络投票将于4月6日正式展开，请用手中一票鼓励和支持本地华裔移民创业者，给更多人了解他们的故事和经验，从中学习和启发自己的创业精神。